关心台北股市，今天开低震荡走低，在台积电、联发科创天价带动之下，早盘站上了15600点的关卡，最高来到15642点。不过随着高档卖压出笼，加上疫情的影响，中场下跌了56.6点，收在15500点，成交值3696亿元。